接下来我们请证件人刁正。好，接在左博士后面呢，来讲这个酒话，公鸠尾啊，这个真有点惭愧啊。因为事实上我也不是很会喝酒，也不是很会品酒啊，所以是一个但是还好酒品还可以啊，这个酒后也不要乱性啊。刚才陈博士啊谈到台湾的酒，我也想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两个讯息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这个酒的这个酿造啊，在生产方面啊，我们现在啊已经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水准啊。比如说我们的台湾的威士忌啊，刚买来的威士忌呢，这个得到这个全球的威士忌比赛啊的这个金牌啊。那么在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台湾的白酒啊，金门的高粱啊，也得到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金牌啊，而且是总金牌，就是酒项的这个啊比赛之后呢，在一个啊最后的这个总成绩呢，又再拿到金牌啊。那我们的这个威士忌呢，不是我们台湾的本土的生产啊的原料，那是台湾的技术啊，那是洋酒。那金门高粱呢，本来是我们台湾金门的原来的材料啊，就是高粱。可是呢，因为金门高粱的这个产量啊，市场的这个供应啊，不及呢，所以呢，现在说实在的，现在金门高粱呢，它很多是用中国大陆的高粱，然后金门的水呢啊，这个今年也慢慢出现了这个用水不足的情况啊。过去金门高粱说是那个它主要是这个金门城的宝月泉啊，这个口井呢，再加上金门的高生产的高粱所酿出来的是这个高粱中的极品。可是呢，让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说，现在的金门高粱呢，它掺杂了大量的大陆的高粱，同时呢，现在金门的水还要从大陆来进口啊，这我们从报纸上可以看到。所以也许我们喝的金门高粱也不再是纯正的金门的高粱酒啊，和金门的高粱的酒跟水啊。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刚才那个陈建浩博士啊谈到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啊，因为这个酒啊的专卖生产关系，所以呢，我们没有很多的酒可以去比较去品尝，所以使得我们的味觉啊退化。那么大家只会拼这个酒量，而不知道说，其实在这个酒的品味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那但是呢，在我们台湾进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民间的这个酿酒，民间的酒厂啊，现在这个还有我们也同样有民间的这个酿酒师啊，现在不断的这个人才辈出啊，所以台湾的酒呢，在近年呢啊，可以说是这个啊达到这个世界啊水准的这个巅峰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袁教授这本书出来啊。除了在我们台湾呢，在酒的生产技术上面啊，能够达到一个世界最好的一个水准啊，不论是白酒啊，还是这个洋酒啊，我们在那个酒的关于酒的这个欣赏酒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们也能够进步啊，也跟着提升啊，像我们的酒的这个生产技术一样，我们在欣赏酒的啊这个酒的美的啊这个文化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能够相应的去提升啊。所以这个古话好像有说这个一方水啊一方酒啊，就是说这个酒呢啊，它要有很好的一个在很好的特殊的这种土壤风土当中啊，它会有不同的酒的这个风味。那在台湾啊，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好酒呢，我认为它就应当要由台湾的土地上啊的这个水跟台湾的这个原料啊，那么来生产啊，那个才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味道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酒文化的啊这个不见得就逐渐的这个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这个袁教授的这本书啊能够出来啊，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佳音。那接下来我要谈就是说，这个其实袁教授写这本酒书呢，我看了之后呢他其实也是在借酒啊，
借酒在抒怀啊，借酒在抒志啊。怎么说呢？这个袁教授呢，因为他之前刚才李经理所介绍的之前的一本哲学性的著作啊，《意境性的存在》啊，那这本书啊，这个我也曾经拜读。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袁教授呢，他不同于这个一般的法学者啊，一般法学者呢，他会比较大多数会执着于哈、这个法律逻辑啊的这个推理啊，那这个在袁教授来看呢，这个属于形而下啊，他受制于什么？受制于物理啊，受制于物理性的啊的这个的一种载制。但是呢，袁教授呢，他更强调是什么？这个人格啊美的这种追求啊，因为他我们可以看到袁教授认为，就是说在这个透过这个绝美啊。绝美的这种意境的这种追求呢，啊，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啊，在那种不受到这个物理性啊限制的这种境界呢，啊，那才是人啊那个回归自我，然后呢，激发起追求这个自由的这种勇气，以及对于这个自由的创作的这种美学啊这种美感啊这个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境地。要透过什么？要透过这种心灵或美的追求，而酒呢？在袁教授的我拜读之后啊，那么我的感觉就是酒呢，是我们呢通向那个意境性存在的一个道路啊。当然了，酒不能喝到这个不能多喝烂醉啊，或者酒驾。我们在我们法律当中啊，有一种叫做这个原因自由行为啊，就是说这个你喝酒喝多了，故意让自己喝到醉，然后呢，开车、到路上啊，万一肇事的时候，那就脱称说啊，我是因为什么这个意识啊不清楚啊，所以呢不用对这个来做一种托辞啊，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这在法律上叫做原因自由行为啊，但是呢，你在喝酒之前，事实上还是有机会来控制你要不要喝多少。所以呢，其实喝酒这件事情呢，它虽然是一种美的境界的追求，可是呢，它背后呢，还是有一个我们对于啊喝酒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我们既然要喝酒的终极目标，我们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的设想。我们并不是那个放纵自我的啊那个。这个酗酒狂饮啊，然后这个然后借由那样的一个这个失控的一种状态呢啊，失态的状态呢啊，来卸除啊自己对于这个这个世界啊，或对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责任啊，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存在的对于一种终极的一种关怀，然后呢，借由酒的媒介啊，让我们啊。更加的这个精神啊，这个层次啊，能够这个不在酒的催化酒精的催化之下啊，让我们能够排除啊被一些这个世俗的这种物欲或者是世俗的功利啊所遮蔽所蒙盖的啊那么的勇气，那么在酒的催化之下呢啊，让我们拥有这个啊这个。随着酒精挥发的那种自在，然后去追求一种美的一种境美的境界啊。那在袁教授的书当中啊，这种他认为啊人的这个价值或者人最崇高的一种境界啊，就在这种啊这个啊就是这种自由的这种状态啊。所以酒呢它是我们通向这种然后。也许是我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读者一个体会啊，酒呢是我们这个通向意性存在或寻求这个人生解脱的一个催化剂但是呢它也许这个我们不能也许我们不能把这个酒就等同于我们这个人生的这种这个全部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催化剂，所以呢最终呢这个喝酒还是有一个这个品味跟层次的高下喝酒的人喜欢喝酒的人非常多那可是呢，袁宏斌教授他告诉我们这个这
个酒要成为酒的圣徒呢，你必须要有一种天启的智慧。这种天启智慧就是这个，你要能够认识到，就是说你这个人生在世啊，这个对于人对于这种这个心灵的自由，对于绝美的一种追求啊，那种渴望，那种强烈的一种这种渴望，那个才是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喝饮酒的圣徒吧我们通过酒的媒介了要追求的境界。所以呢，如果到了那样程度的时候呢，我想啊，当然这个酒的好坏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我们对酒的这种饮酒的一种当下的一种情绪。可是呢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跟心灵相会的好朋友一起喝酒的话，那就算是一般的这个米酒米酒头我想我们也一定能够喝到尽兴喝到大家共同能够这个相忘于这个江湖达到这个太虚之境那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在最近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最近的时间会有机会能够跟袁教授好好的来喝两杯